阿言，你明天要出去吗？这你都要管？是公司的事情吗？对。你和孙姐姐一块儿去啊？孙灵溪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当然一块儿去了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哦，那我回房间了。我来吧。我现在每天都去医院陪他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总也没有好转，还是老样子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。阿言，你和孙姐姐，你想说什么？阿言，你是不是喜欢孙姐姐啊？你之前不是挺喜欢我们俩在一起的吗？怎么，反悔了？说话呀！你明天早上的飞机，早点休息。是拼命往里跳。这是我们上海第一个商业综合。